Saab-37 这款飞机有点意思啊。Saab-37是世界上第一款量产的现代军用压抑战机，采用了近偶压抑和三角主翼设计，可以实现500米以内的短距起降和两倍马赫极速巡航。Saab-37还是世界上第一款可实现倒车的单发战斗机，它是世界上第一种同时装备加力燃烧室和反推装置的战斗机，降落滑跑距离不超过500米，起飞距离甚至更短，至今仍是世界上唯一一种具备反推装置的单发战斗机。虽然极速不如 SR-71 黑鸟，但利用黑鸟机动性差、转弯半径大的弱点， Saab-37 在多次空战模拟中成功锁定了黑鸟，这在美苏争霸的冷战时期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。虽然已经逐步被更为先进的 Saab-39 鹰狮取代，但 Saab-37 雷士战机作为一款革命性机型，在世界航空史上也绝对是经典的存在。喜欢飞机的话，推荐大家看一看 DK 飞机全书，关注我学习更多纸飞机和航天小知识。